你们两个过来，那个桌子不是我们的桌子，那是别人的桌子。你看这个可爱的虾虾饭，谁来帮我打开？你看虾虾饭。我要讲故事。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先吃饭。还想虾虾饭？虾虾。嗯，不要把它。我要它。哎呀，我要吃呀！你的东西我要没收喽。你要是一定要把吗？打开，哇，这是肉，不是虾，换一个。我先帮你开一半啊，不然。哦，我几只虾，一二三四五，跟两个饭吧，可以吃了。是我。沙拉。一二三四。你很闹。那你放的虾虾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没收了。录起来好了。3, 2, 1, 2, 3, 4, OK， 看看外面的风景多么的美，蓝蓝的海，蓝蓝的天空，白白的鱼。因为我们有去一个地方是有帐篷的地方啊，我们要去借帐篷。不告诉你这是秘密哦，因为我也没去过。一定哦，这是秘密，难怪你没去过，你也不知道。Yes。妈妈，这里的景色好美。对啊。那个国旗，还有什么？可以宣战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要住的地方就是这里。
很多小小的圆圆球。我们是住哪一个帐篷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妈妈，我的这个是鸭子。进去啊，弟弟，进去啊！厕所在哪里？喵！不行！哇，这个床够大，可以可以，够大。怎么啦？厕所长什么样？这里，开灯。哦，竟然有厕所免治哎！它是免治马桶，它是木做的感觉。然后这边进来，这是什么？这间是什么？洗澡的地方吗？哇，还可以耶！帐篷洗澡的地方还可以耶，酷！走出来，这里应该就是哦，有一个镜子。床铺，哇，不错哎，而且床很大。弟弟，房间有这个咖啡壶，哦，还有烤棉花糖可以耶，但是它的上面有写价格。就是如果要在这里直接煮这个米的话，它上面有价格哎，所以不是直接煮，还有一些茶，不错啊。那我们就自己去买一些吃的回来煮。看一下冰箱有什么，哦，它冰箱也有啤酒可以直接买哎，上面都有写价格，1000块三罐，太近了，1000块。冰库也有一些火锅料，这是什么？这个1500一罐。No smoking。帐篷是这种厚厚的布，然后灯是直接装在这里，酷。小朋友喜欢这里吗？晚上可以在这里看星星耶，满满的星星哦。你上好厕所了吗？Love's a lover, I'm a lover, everybody. 我今天晚上住在这颗球里，它这个应该是冬天会很冷，然后夏天会很热的那种材质。弟弟，你喜欢吗？喜欢这里吗？喜欢，而且它这里还有笔可以画画哎。这是姐姐的，这里可以画画。酷，可以留言哦。所以它这里早餐跟晚餐到底是什么？不错哟，你拿来我看啊。这里是它的冷气，是下面的。是别人画的，这是我写的。这是你写的？嗯，我写的是什么 ？CHLEN 吗 ？CHLEN。妈妈，哎呦，弟弟你还好吧 ？CHLEN。你干嘛？干嘛啦？
可爱哦。咦，我们今天的床够大哟。嘿嘿，帮他们拍一张很漂亮的样子哟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实际上也还 OK 啊，很可爱啊。看我，宝贝们！嘿嘿，哈哈哈哈，上面是还有一个吊扇。弟弟来帮我们玩鬼抓人。鬼抓人，充电很多很多充电的地方，贴心耶。然后他这个用这个开关很不错耶，用心，很美式风。这个是垃圾桶。爸爸说有海，我们去看海。这就是烤肉的地方吗？哦。哦，从这里烤肉是不是？给你一个那个。前面看有看得到海吗？会不会冷？这里可以用萤火哎，可以生萤火哎。晚上会不会这里会生萤火？在这里取暖，会吗？它的帐篷外面是长这样，然后呢，门口是在旁边这个洞，进去看看吧。Everybody loves a lover, I'm a lover.今天晚上你们就睡棉被里了。小喵在干嘛？吃掉才能得到吧。哇，这个好漂亮哦！我要去那里看一下。妈妈，我现在变成小球了。妈妈。介绍一下这里好不好？谁可以帮忙介绍一下这边？好，那我要帮你拍照。
你说一下这边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你可以帮我拍，我可以。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帐篷如何？我的帐篷很好玩。那我们现在去营本部好不好？啊、那我换我了，我要问弟弟。的地方，而且他妈妈，我想要放。妈妈头发很乱。